大家好，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一把。目前 S2 的聂西，机械前锋小说家勘探员，好强啊！这阵容，三个打架位保一个机械师，这机械师上来大防。没记错，这是现在人榜第9的一个巅峰玩家。就你抓他吧，不秒倒就行，只要不秒倒，这个局求生者想打。我还真觉得能打娃娃这边的话，估计拿来扛刀了，这边没机会放娃嘛。这里，哎，聂西的这个跳是怎么跳过来的我不清楚，但是这波跳跳的还挺好。机械师这边走位非常灵活，看下这边娃娃能不能掩护扛一刀。哎，娃娃帮忙拍板子，这切的很舒服呀。双弹机械师这边的话，你打我娃一个弹板加速，我再进到大房，这块板子拍掉，聂西这边可能要交闪现了。跳没进来，看我们镜头锁定聂西，看他怎么跳。刚才那波我没看清楚怎么跳的，哦，这么跳出去跟过来的话，机械师手里还有半个娃，这个娃如果再扛一刀，闪现先打，然后用坠机，坠机的话娃娃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扛刀了。但这个地方坠机好像也不太能打得出来吧，最多跳拉近距离嘛，跳拉近距离以后这边，哎，要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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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打。三台机够了，这个牵制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机械师来讲已经无敌了，拉满了。待会儿前锋这边的话，说实话撞救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有太多的考虑。对，撞救非常的稳，这一波撞救机械师娃不交，下一波来救。哎，这前锋没有搏命啊，再补撞一波。好的，相当于打出了一个，这边小说家还要换一手，换完以后人都不见了，这机械师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但抓还是只能抓机械师吧，你抓外围其他人两个人都是满血，抽一刀怎么地呢？怎么你抽一刀坠机把我给抬了？说实话，我的牵制能力也要比这机械师强啊。好了，这边再换一手，一个加速拉到下一个交互点。聂西的话，这边，刚才如果说往前面再迈一步，换到板子那边拍板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们来看一下机子啊，机子的总量现在机械师娃娃这边一起修。开那边的机子没有任何问题，那就是前锋这边压着救就可以了，压死救都够了。你这里要么就是放弃这个小说家去抓这个机械师，但机械师状态不满了，主要这机械师状态不满。这机械师要是半血的话，我觉得真能去换一手。这机械师状态不满了，你要去击倒这机械师，对吧？这边人一救，再重新再把中场的这边大门的机子给点了就行。一个飞轮，哎，这边的话，哎，没关系，开探员是一个那个自由人啊，开探员这边机子已经修完了。机械师救，勘探员去压机，前锋这边被牵起来，挂到中场挂俩。聂西是在防守端打出了一波双刀，继续操作，这里重击，哎，我天，86的机子。现在如果选择追小说家的话，这个前锋是没有人救的。一跳密码机选择直接点亮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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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现一刀带走。好的，人挂飞，前锋那边的话好像要过半，椅子离得非常近，100点能量，抓机械师抓前锋都能平，但是这个局赢应该是赢不了了。追求者分两边走，看到前锋了，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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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局平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。聂西在残局是打出了好几波，第一波成功的防守，前锋人没救下来，然后机械师这边的话救完人以后机械师倒地，要不然机械师刚把前锋捞了，然后闪现秒掉小说家，这边再连跳过来一个刀气过板带走前锋，完成了这个平局。不容易啊，前期机械师六太好了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哈，拜拜。